好啦，我们先来试试看它的肉肉好不好吃。好了，我们就先开动喽。接下来是它的猪排，这是它的酸梨白肉，哦，肉好好吃，好 Q， 我以为会很柴耶，不会柴柴的耶，肉蛮 Q 的，蛮有嚼劲的。浓汤喝下去，第一口是奶味，有牛奶的味道，它还有肉，还有红萝卜，咸度嘛，大人小孩都 OK 的，适中的咸度。现在吃吃看米血，米血蛮 Q 的，那米血很新鲜，很 Q。接下来呢，来吃泡芙，哦，好酥哦，好吃，泡芙和干，干和泡芙，干和干，这边巧克力，这边一口塞，